觀察力強咗，會留意到小朋友有咩細位唔同咗，係唔舒服啊，定係發生咗咩事呢？就算唔識樂器、唔叻做勞作、唔熟講故事技巧都唔緊要，因為呢個課程會提供好多學習同實習嘅機會。我覺得教小朋友好有意義，而男仔喺幼教呢行有唔少嘅晉升機會，甚至可以成為校長添。幼教除咗上堂同實習之外，仲有好多 good project 要做。譬如今年的 Story Fun Day 有很多摊位游戏、现场表演和故事劇场，由主题构思、筹备布置到游戏设计，老师帮我们预备了很多 workshop， 例如摊位游戏的安全、表演服饰的设计，以至和参与者的互动，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东西。我们课程有协康会支援教师培训，提供最新最專業的學習內容，緊貼社會的需求。校園裏面設有一個幼兒發展中心，協康會提供服務給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和家庭。我們的學生有機會接觸到真實個案，累積寶貴經驗，無論日後求職或者進修都會非常有用。